最近接的角色都有比较突破性的东西，对。可以透露。嗯。没有啦，倒不是裸露那种，会激情狂喜裸啦，不然会叫 NA 啦。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这是我最希望的一件事。对，自己的。哦，其实我最近在这两天呢，我突然间接到了很多，因为我最近也要拍戏，昨天就有很多的惊喜，有戏剧的，有另外的戏剧的，甚至还有节目。对，啊，对对，还有舞台剧。对，我觉得我明天应该会很忙吧。后来我发现我明天应该会很忙，然后又最近又有一些活动啊。突然间感谢老天爷给我一口饭吃。我在台下，我就从前我的一开始我就做到最后结束，然后看到淑芳阿姨上台领奖的时候，我在台下哭到不行。广仲跟浩森他们在对唱那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时候，我在台下也好感动，我也哭，因为两个都是。演过我儿子，对，有特别传什么讯息？有，就浩森有传给我，对，就是说生日快乐，妈，生日快乐。本来他陪我去唱歌，但因为他有一点耐感应后，所以没办法去。对，宣传很忙，对，对啊。广仲可能在忙，他在忙演唱会吗？我想像淑芳阿姨一样演到80。我当然想啊。我最爱演戏表演这一块了，我都觉得我不会退休的，我也不希望人家一直觉得我是个谐星，但我觉得最近大家好像看到我在戏剧这上面有一些表现，我就很感动。最近接的角色都有比较突破性的东西，对，可以透露。嗯。没有啦，倒不是裸露那种，会激情狂喜裸啦，不然我们叫 NA 啦。然后就是会跟我平常演戏是不同的。他，你觉得是彩华姐吗？是她吗？那明年这么忙，新专辑？新专辑，我的老板在等，说明年要出专辑。对，我30号会碰到他，我再叮咛他一下，我怕他忘了。